你说这鱼会好吃吗？看上去还挺好吃的。等我以后会做了，我一定做给你吃。 别在那站着，吓死个人！有话过来说。那个账本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我说对不起。 账本上没要完的钱，我会还你的。真的？嗯。一言为定。好了，我原谅你。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还想有多复杂？ 哎，我都道完歉了，你还砸鱼干嘛呀？我这是锹石镇鱼，这么热的天，鱼都喜欢在石头底下躲太阳，我这一锤子下去就能把它们砸晕。你没见过吧，城里人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行，你试试。 可简单了嘛！我那是今天第一天练习，不太会用力而已。嗯，尝尝吧。哎，就算是蝇头小利，你也不能这么浪费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逗你。你要真是故意的，我早揍你。 你很在意我之前说你为了蝇头小利浪费时间的事情吗？其实也不在意，毕竟你说的是事实。我确实成天脑子里就那么点小事儿，但你说创作那些我也听不懂，听起来还挺厉害的。我不厉害。哟，这就开始谦虚啦。我没谦虚，是真的不厉害。 我今天听说还有写出了受欢迎的歌曲，我还挺开心的，但也很着急。我最近没有创作出任何东西，甚至一点灵感都没有。没灵感？不可能啊！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你都听不见啊？嗯，你听，溪流的声音，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还有烤鱼滋啦滋啦的声音。我说的是音乐。 对呀，我之前胡思乱想那么多，都在凭空创造音乐，结果却忘了身边最真实的声音。可不嘛，你要么就是在家里闷闷不乐，出门也都是戴耳机，当然听不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。林子洛，那你现在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你肚子咕咕叫的声音。 开窍了，赶紧吃吧，鱼都要糊了，我给你拿着，啊。
林子路，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林子路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林子路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家人走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讲话呢。啊！那冰棍分你一半，你原谅我吧。林子路，这事儿你做的真挺酷。要干什么？我们有大事要做，不去你会后悔的。啊！晶晶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了驾照。你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了。你的上下学我房梁包了。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你每天上学那么辛苦，想着上学放学。帮你节约点时间，为了给你这个惊喜，我憋了好久，一直没告诉你。那我也没有头盔啊。我有，我准备了。这不是你的头盔吗？关金上车。你还在浮瓜村吗？我一会儿给你个惊喜。还不来玩，听什么呢？英语听力，你听了一路英语听力，打扰了。别学习了，快来赶海嘛！哎，你没资格，你是来还债的。隔半天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。一喘两百，我一天啊3到400。四百，那岂不是要拨两船？小林啊，你当永兴是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做才来做永兴啊？哎呦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搞到明天也做不完呐！难怪苏俏不喜欢你了，逛到谁家都受不了。金金，你看，我给你拿了几个海蛎子。你怎么了？
我有个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拼。晶晶，喝水。保持距离。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我想起来了 ，keep distance， 保持距离。我知道这里没有餐具，我给你剥了海蛎子，特别新鲜。你先自己吃吧，我再背几个单词。refuse，refuse，拒绝；reject，reject， 拒绝接受 ；refuse，refuse，refuse，refuse。你怎么了？你好，你们是在挖螃蟹吗？我知道你，我看过你演的戏。我叫阿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你好，我叫王年宇。你好，我叫阿俏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叫阿俏了呀？你是来拍戏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拍 vlog 的。你呢？哦，我跟朋友来玩，正在挖海鲜呢。那边还有人在剥海蛎子。剥海蛎子？嗯。那我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嗯，但我那朋友林子路，他这人比较矫情，我去问问他行不行。林子路，你也认识林子路？对啊。林子路，有惊喜。Surprise！ 阿月，真会挑食物，这不挺好的啊？来来来，喝上一点，我回头发给鱼喝。啊啊，奶奶，我是子路的朋友，我叫阿月。啊，你好，优奶奶，他可是我追的偶像剧的男主角。哎呦，这可真的是大明星气质哎！哎，大明星啊，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好呀。1、2、3。没关系，别放在心上啊。不会安慰人可以不安。怎么，看我受欢迎你这么不开心？偶像包袱怎么那么重？谁包袱重啊？头发抓了多久？这个伪素颜妆化了多久？来，我摸摸来。哎，别动！我在车上可弄了一路，别乱跑。阿俏，这个可以直接吃吗？这是生的，我给你拿更好吃的去。要煮熟的。阿俏，刚改了。我来了。快尝尝，这都是我亲手挖的。还挺好吃的。是吗？我再吃一个。你要不要吃？他不能吃，他还欠我钱呢。那我来一个。啊，想吃自己做，这是阿月的。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耽误干活。你干嘛对阿月这么凶？这好不容易来一次。就是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次。阿月，咱们不理他，我们去拍 vlog 去。好。看来俏姐这是要铁树开花呀！哎，大高个儿配啊！
来抓螃蟹，我来给你看。你就把手伸进去，往深了掏啊，有吗？我啊，怎么了？你手没事吧？他夹我。行了，他皮糙肉厚。你也别拍 vlog 了，拍这玩意儿还得看专业人士，是吧？阿云，跟我一块欣赏一下海边的美景吧。走，快点。林祖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嘿嘿，男孩的心思你别猜。